希望你要知道，她以后就会变成你的女儿。你可以不一定要很疼我，但我希望你可以很疼她，因为她很快乐，我就很快乐。这边的人哭得比我还惨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我希望你要知道，她以后就会变成你的女儿。你可以不一定要很疼我，但我希望你可以很疼她，因为她很快乐，我就很快乐。最后，我想跟你说，我谢谢那一天我们跟张杰拍戏的那一天中午，你有来跟我们说，就是我们在玩什么手游，你想要一起玩。然后谢谢你那时候的主动，然后才会开始这一切。那今天换我主动了，就是我想要跟你说，未来我的好我想要跟你分享，我的不好我自己会吸收，那你的好一定会有我理所应当的努力，你的不好我会陪你一起承担。怎么办？我们都后面不要，等一下。我成功了！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。大家好，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。恭喜风灿传媒 FTNN 创立满周年，希望风灿传媒继续秉持新闻专业，让台湾社会多元的声音被听见，持续公正报道真相，成为民众最信赖的媒体。透过全方位的新媒体内容，开启对话的正面力量，带给社会大众双向的互动与连结。再次祝风灿传媒一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风灿传媒 FTNN 生日快乐！祝风灿传媒生日快乐！2023年4月，风灿传媒诞生了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无畏辛苦，展现专业，让 FTNN 新闻网达成千万浏览的成绩。我们无畏付出，展现创意，让网络节目达成千万人次观看的目标。谢谢你们一路支持与陪伴，风灿传媒感谢有你。